就完事儿了。你看，你们老扫一扫就卡 bug 了，就，这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完事了吧？卡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排到白金山了。白金山吗？嗯，白金山。OK。我来一个波兰队儿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怎么说？昨天几点睡的？昨天吗？六点多。六点多呗。对，那你几点起的呢？12点半。你眼睛不干巴吗？还好，一点点。行啊，这一天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。我看你昨天跟小闪一起 P。对，小闪昨天也 PK 了，他现在已经正式加入我们老门了，已经。可以，我让他给我看看腹肌，他不给我看。他腹肌估计都没啥，他有胸肌，腹肌比较小。我看他身材还可以啊。嗯，还可以。哎，你是天天跟他去健身去吗？没有，我最近刚搬家，我现在搬了1个小时。放门口，放门口。我是你最可怕的噩梦。现在跟他搬了1个小时。OK。哎呦呦！到时候你找他健身。怎么办现在？怎么办？你上了这么难打？我不玩了，我暴击！哎呀！爆了一下！这小子很难受。这个比我还没，一导致我爆不出来。这个非洲人。他比较欧啊，非洲人运气比较好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哟，我操！哟，这小子在玩F6开始，小子有点想法，也快被偷了。那看来这把得好好玩了啊！我已经送了。对。OK。搞不好这把对面上野就带练，上野带练是吧？带练这倒不至于。哇，这 YF6 开的，可能会有那么一点小压力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这个炮车能不能死一死 ？OK。快走！如你所愿。那我这没睡了5小时，反应还可以啊。闪现躲他贴点 Q， 要不然死了。瞒着好像对线现在一般，不是很厉害，感觉。刷一下。瞒着。感觉得再点燃，不再点燃，线上前面还没有那么厉害，不好刷。不再点燃的话，纯看暴击。拉上去。哎，我吃完这波血。
爆一下呗。哦，我发育现在比他好了。爆！爆！不急。我来了。OK。那反蹲呢？开战吧！这不，白影。等会儿啊，我把线儿打过去。我应该能单杀他，其实。哎，我在那，我在。OK。闪也没用。OK。不过反蹲来的恰到好处。反蹲来的确实比较及时啊。但我说句实话啊，如果你这波不来，我将是一波双杀。是吗 ？OK、嗯。早说呀、啊，猴哥，早说不来了。这不行，这好吧？给你，这也发育也好一点嘛。谢谢啊，可以。不是我没有说错啊，我不是说乱说，因为我这波马上六了，你吃了我一个经验，正好没六，你知道吧？嗯，对。要不然首先我单杀这个，我然后凯隐过来再让我杀了，续这波致命节奏。然后这波细节，大部肯定要拖一波六，甚至送一个飞机。对，这一波我帮你损失了一架飞机，这一波。OK， 待会儿送一个，好吧？待会儿我给你补一个，福哥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当然，这都兄弟，算了，就这么地儿了啊。算了。可以。一般你有这种精彩操作的话，他们会不会给你送飞机啊？一般他们可能会送火箭。送火箭吗？哎。能杀不？差不多感觉。哎呦！我操！这杀不死吗？伤害这么低？哇！哎呀，没有那个850伤害好低啊！我想杀两个的，我二段一没有用，贪了还是？差一个就好了。卡牌来了，卡牌算个屁呀、啊！他，嗯，哦，卡牌算啥呀？点个赞，赞七呗。有还反杀吗？那不反杀的，给他留点面子。反杀的他多没面子，算了。要的，那我狂可以考虑到对面可能也是个主播，给他留点面子。这你都分析到了，不愧是冠军打野。哎呀，只能说我想到了猴哥想到的。OK， 顶级预判，我这把出啥呢？回声，你们听有回音吗？没有，我都听着没有。他们听好像听有。啊、那我们要不要用游戏麦试一下？把外麦先关一下，你再调回来。可以试试，下把的吧，这把先这样。他有时候是这样，有时候就是你那个通道的问题。你先调回来吧，猴哥。你先调回来，让我听回声嘛，这样他们就不用听回声了。什么？你刚才不是通道换了吗？你先把那个通道换回来。啊，他们说你的麦有回声吗？有回音，有回音声消除，你点呗，那个歪歪的。我看一下啊。哎，
我开了呀。啊，我的那个东西回去了。要不我们先用游戏语音。还。试试，我刚刚。等一下，等我死了再呗。我现在跟他对线呢。OK。我好像没什么时间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这人怎么不放大呢？哎，其实我的蛮子玩的都不是那么很好，玩的都很粗糙啊。其实，不过这个人还是这么的菜，菜就算了，还亮牌。新一，你说我出狂风还是出海妖？狂风海妖是吧？你如果单带的话，你如果只想跟他 U1 的话，海妖好一点。如果你打团的话，肯定狂风好。狂风打团，你不出狂风的话，很容易被卡牌风筝啊。那我决定出一个海妖。对，你单带的不用管了，这网就带了。这小子也带不过我。是，开战吧！黄蜂就是用来打团的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伤害不够的，他不熟。他怎么不推这个塞拉斯啊？塞拉斯这么残酷，鹰犬还是有点烦。如你所愿，没 Q 了。你 Q 伤害不够，打不死我。这玩意儿出兵权可挺膈应啊。这个千变者假修出那个吧，这种出来非常美的也挺好。我是你最可怕的恶霍。不过我能耗得过他。蛮子怕不怕武器上路？蛮子应该怕，应该比较讨厌。来不来杀？你这都可以单杀了。他有疾跑，不好杀，而且这玩意儿位移太多了。来了，还有疾跑啊，还有疾跑。哎，我绕后了，进不去。他卡兵线吗？把兵线进去吗？那我上来了。啊。OK。OK。这卡牌过来帮他。你不吃？你吃？你吃？你吃？我不喜欢吃对面的野怪。
我怕中毒。不受嗟来之食。OK。我声音太大了，我昨天晚上你说我声音炸麦，我就调小了，调大一点行吗？可以，调了一点，好，现在调大了。哟，这卡牌没地方去了是吧？啊死了！我没有疾跑，我要有疾跑，他直接氮气呗。主要是没吃饭，知道吧？所以声音有点小。待会儿发个饭。这把我们有 MVP 比我猴哥。MVP 呀、啊！嗯，我操！下路行啊。MVP， 这把有没有说法？这把其实没，我感觉我这蛮子应该够呛，这 MVP 没说法。那下一把，下一把没什么说法。MVP 是辅助的，不能辅助，一般拿 MVP 比较费劲。对，他等级不够。现在还没结束，待会儿我们两个都会杀很多个的。主要是我兜里没有鱼刺了。啊，你鱼刺呢？送完了？送完了，昨天送你们三个飞机，还我还是我充了一百呢。啊、你充了多少鱼刺啊？昨天兜里一共是200，充了100。哦，你充了200之前是吧？还是说之前充了很多，只剩200了？只剩200了，之前充了一点。充了多少之前？好能 A 呀、啊！没有小可爱的变羊，很舒服。嗯，你是不是充那个是给医药费的？充那个鱼刺，就是兜里放点，没事看看直播，扔点钱。这都好兄弟，这不得支持一手吗？这你们 PK 的时候，我不得上一上吗？有道理。哎，昨天 PK 的时候，猴哥上了一架飞机呢。可以的，下次你 PK 我给你上猴哥。那倒不是。我记得猴哥我上了飞机啊，我记得。昨天没忘。说实话啊，打马老师就差那么一个超级火箭，没人上了，你知道吧？很难受。一晚上他没受一把惩罚。给马老师 PK 有人赢过吗？好像跟他 PK 都输了，没有人赢过他。昨天我们差一点选上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但就一点点，没差太多。好像真没人赢过他。昨天我看茄哥不是也在吗？嗯，茄几哥也在。直接推中520，哎你们！你跟轰轰不是 P 过一次，我记得谁赢了？我跟轰轰 P 了两把，好像是。嗯，谁赢了？都是我赢了。可以。
但是跟轰轰和同珠批没赢。哇，你一打，我一打二，但是没打赢。他们两兄妹连在一起有 buff 的呀。哼，确实好像是有 buff。我就发现我们三个人去跟别人 P 不过，但是他俩 P 我、啊、都是随便 P。 昨天也是，昨天我跟大伯跟那个闪王，我们三个人在一队谁都打不过，我们上开之后啊都是各自的第一名，但是我们在一起吧组合起来不行，八字不合，对，组合起来打不过别人。暴击 OK， 巨石一坨屎，战士满天星。这将会是场屠杀。你们好像有那个精英战士的羁绊，三精英没什么用，三精英一个精英就可以10%斩杀，你们要是能凑个四精英的话还行。四精英，四个打边两个。对呀、啊，四精英羁绊你不知道吗？那个云顶之翼，一个精英战士可以10%斩杀，四个精英战士可以30%的斩杀。那个我没玩过，云顶我一把都没玩过。